有了，好 ，OK。第一步上台一鞠躬。爸爸，1630年的巴黎，一名帅气的男子在黑暗里偷听到牧民人士杀害，所以决定要找到英文中的杀手阿多斯报仇。我要找到阿多斯，我要报仇，阿多斯，我要和你来一场生死决斗。我就是阿多斯，你竟敢和我决斗？你杀了我爸，我当然要和你决斗。这位先生，你可别乱说，我从来不杀人的，对吧，朋友？没错。三位剑客，对不起，为了赔罪，我愿意和你们同生共死。好。于是他们四个就展开了一个新的旅程，同时另一边的红衣主教和安娜皇后有嫌隙。嘿，我要来设计挑起国王与皇后之间的误会。红衣主教，你又在出什么坏主意了？伊曼，怎样？对我们有意见吗？可恶的红衣主教，等着瞧瞧我们的厉害！对，如果你敢再出坏主意，你就给我赏心一点。是，好的。这时，皇后和公与白金汉公爵交往，于是。瓦特，皇后与白金汉公爵在交往。啊，他说红衣主教已经有了坏主意了。什么？主教他？没错，他有嫌隙。白金汉公爵因限于身份不能在一起，于是皇后偷偷给了公爵一条12颗的钻石胸针作为纪念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纪念，千万不可以泄露秘密。是的，皇后。不过这件事还是被主教知道了，所以主教建议国王请皇后在宫廷午宴时带着他，企图对皇后的贞操提出质疑。快，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到英国。再向白金汉公爵要回风声。我们负责写信给皇后及公爵。可恶的主教！不用担心，只要公爵先将胸针还给皇后，一切都在我身上，都花自由平。于是他们顺利达成任务。耶！皇后派他们当保卫，而派去的主教呢？他被关进皇宫的大牢。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一组下台一鞠躬。先回去做啊。一颗蛋破掉了，出来了一只可爱的小鸭，但是一颗蛋都没有破。可不可以让我去吗？不行啊，最后一只小鸭孵出了。一天后，那颗蛋准备破了，鸭和小鸭非常期待。突然间，从蛋里跑出来一只很丑的小鸭，乌鸦把它取名叫做丑小鸭。丑小鸭，快点，我们要出去见其他动物了。啊！丑小鸭主动去找动物们玩，其他动物们看到了丑小鸭都吓了一跳。它长得好丑。这时，在旁边的动物开始攻击丑小鸭。你闪了！丑小鸭就被赶走了，途中它遇到了许多困难。冬天来了，不会冷死。好心的动物帮它戴上了棉被。记住啊，好不容易春天到了，春天终于到。丑小鸭走到湖边，为什么变成了正常的鸭子？丑小鸭找到了虎鸭，你就不回来，你变成正常的鸭。我吗？我